哎，等等，干啥呀？今天比赛吃面条，一人20，谁赢归谁。吃面条我是能怕你，我就不是个男的。啊，来吧。哎，等等，我再加50。加50，我还不能服你。瞧不起谁呢？我也再加50。哎，你不敢告是不是？我再加100。行，你给我等着。啊，竟然藏花盆里了。我也再加100。行啊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慢点。慢点。慢点，等我一会儿。等你那是不可能的。慢点，你等我一会儿。今天我赢定了。这辣酱好吃，我得多放点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的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平常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，肉类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一碗饭，满满一箱10罐，还送2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你心挺大呀。还有真心说话呢。等等我。我吃的比你多，吃的比你还快，这回这些归我了吧。妈，老公，你可真厉害，你点赞。